上一场还是有些紧张，这场放松了？放松了，放松到连乐器都不想弹的程度了。是啊，看出来了。因为虽然那也是乐器啊，就是打击乐器，然后也是因为上一场演奏乐器之后深受打击。别的不说，这两个东西我和呼兰哥终于找到我俩会的东西了。大家注意到这两个东西了吗？叫树壳，就是模仿水声啊什么的一种打击乐器。哦，这打击乐器。哎呀，用完之后深受打击了吗？打击到了。